奥布纪元 ，Round Two， 一、二、三举牌。味道不同，感觉是味道不同。汤跟刚完全不一样。阿姨是七。好，其实宫保皮蛋跟一般的什么炒鸡丁、炒虾仁完全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主食材皮蛋本身带有一点点碱，还有一点点类似讲究一个不雅的，就是好像轻微的那个尿骚的那个味道。你没那个味道，好像又不符合皮蛋的主题。所以有这么一个味道的特色情形之下，第一，绝对要靠甜度的渗透压跑到皮蛋心里面来，才做得到体味的效果。第二，酸度一定要够。那今天乔这边的甜味跟酸味呢，可以说是我有史以来感觉你调宫保味今天最成功的一次。那么整个汁呢，我刚刚刻意拿着皮蛋蘸沾汁吃的时候，嘴巴里面是会颤动的，就完全比照了，就是比照了川菜经常讲的那个什么口水鸡啦，有没有？炒饭也是很香啦，我们讲真话啊，炒饭也是很香，但是希望哎，陈哥，我说希望啊，我说希望说这个颜色呢，酱油色很好，但是希望能够炒得更琥珀金黄一点，好不好？炒的颜色还是不够晶莹剔透均匀的。恭喜逆转胜！谢谢，我们一起登吧。不开心，好开心啊！能拿起这个锅子就看你们了，好不好 ？B B 哦，七会吧？啊，没有，那刚好。OK 吗？感觉我们觉得妙。整个就好像一场梦一样，边吃边想，在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第一场赢得太轻松，后面太大意。哎，我们两边走走吧。这俩好讨厌。奥布纪元，你刚上档，我就让你下。令人尊敬的对手，很厉害。下次再来，嗯 ，OK back， 欢迎你们。谢谢张主持人，祝全国喜欢看我们这一次复仇者联盟表示的朋友天天都幸福。谢谢，拜拜。谢谢。香蕉吃不完该怎么办？为洪都拉斯设计聚焦背心，他却夸下海口说用不上。这个聚焦背心还特别特制定制的，你寄超过16个，你就不能再寄哦，你就一定要吃完。谁那么倒霉去他这里？砂石会产生有壳的耐久软，而且这种耐久软竟然我要选陈哥，我要把鱼弄死掉，没有什么好处啊。希望你是对的，因为就算你对了，我这边也有人帮我吃香蕉。或许你是对，这是一种祝福。离开你的人，所以我要接了。答案是 A， 我认为是 B。不用问了，答案一定是 A 啊。你有道理吗？你的 A 没道理。没道理。请选择。跟你讲，邱慧文是我们里面学历最高的，但是他也许看男人的眼光不好。哎，请选择。该是 B 的时候了，他想选 A。对，慧文，这两个人是你的啊。答案是 B。慧文，不止这两个。这个话好好笑。这衣服比你今天穿来还好看。这应该就是我的打歌服。对啊。B。三位中间水平，请选择。我选你。我要跟他们。以上节目由擦拭大师冠名赞助。